Hello，大家晚上大家晚好。上好，欢迎大家收看。来了，没有，我们怎么太久没有见你了，所以我们那个默契，你知道吗？就是看我你的时候，样子那么吓到你吗？没有，因为上个星期你带了一个美女来取代我，所以我就有点被威胁的感觉啊！开玩笑，开玩笑，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要让更多的主持加入我们这个团队呢，然后一起让我们发挥更多的影响力。对、，OK。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这个星期的哎闹热门课题。是的，我是拉斯达，我是 Aaron。 那就大家有收看的话呢，都会知道我们是熟悉的搭档了。但是呢，还是要隆重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很多人还不知道哎闹的存在。首先呢，你们要做的就是在收看这个 Live 当中呢，最重要的就是先把这个 Page 点赞。我们其实呢，从七点半到八点半，还有我们晚上九点半呢，都有不同版本的语言的。那打头阵呢，就是早这个七点半晚上，就是现在我们说中文的，因为我们是提倡一个马来西亚嘛，要让不同的群体呢，透过我们的三大的这个种族的语言，都能够让他们知道社会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什么样的事情是最热门、最需要我们关注的事情。对，因为我们的这个 app 是带出社区的课题，所以社区的课题当然是包括了多元种族，有马来人啊，有印度人啊，有华人啊。所以呢，如果你们还没有去 download 我们的 Act Now 的 app 呢，没错，现在马上去 Google Play。然后或者是这个iOS 的 system， 这个 Apple App Store， OK， 对，马上下载，现在下载哦。然后到底这个 App Now 呢，因为如果你们要下载那个东西，你们当然要知道什么东西那个 App 到底是什么东西。是我刚才想考你哦，拉斯达，你这样去 download， 然后 download 来为什么呢？到底有什么用处呢？为什么要 download 呢？因为呢，这个 App Now 的 App 呢，它是一个关系到我们社区的 App。就好像如果你看到你的那个家路边有一个很大，就是那个路有很大的那个洞，或是你的那个可能是很多那些废气车辆，然后霸占了你的那个 parking 的位置，然后就是很多很多的那种社区问题，可能会为你的生活，会为你的邻居，会为你的那个社会带来问题的话呢， exactly， 是的，你们可以在那个 Act Now 的 app 呢，你们拿起那个 Act Now 的 app， 然后拍照，然后就在那个 app 里面做出投诉。你们不需要到可能，因为如果要做这些投诉，平时我们会去好像 DBKL 啊，或是MBSJ 啊，就是这些地方你要开车去，或是你要找一下那个电话在那他们的电话是多少。如果你用这个 App Now 的 App 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App 来投诉给相关的单位，正确的单位，所以你们就不用麻烦，你们可能去投诉的那个单位呢是不相关的那个单位。是的，因为很多时候呢，更多的时候很多人你说投诉倒还好，有些人甚至懒惰投诉，觉得视而不见，各扫门前雪，这种行为呢是不被鼓励的。然后有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如果没有关系到我，如果我没有撞到那个洞就没关系啦，对对对，人家撞人家的事不可以这样子的。所以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 Act Now 呢就推出了这个免费的 App 让大家去下载，而且呢是这个匿名性的，所以大家下载了之后也不用担心说哎呀等一下我投诉我的邻居会不会被发现，是绝对不会有这个可能性的。那为了要鼓励大家呢去下载这个 App， 让我们的这观看人数呢获得更多的关注，各位真的，你不 share 的话你真的是后悔，你不 like 的话更加会后悔。为什么？因为我们除了会让你履行这个公民责任以外，还让你有这个奖金可以拿。哇，还有奖品，有奖金，而且我们的奖金呢不是一百两百块那种，是什么啦，高达3000令吉。我们的终极的奖品呢是高达3000令吉。那怎么去参加这个比赛？很简单，你一定要收看我们每一个星期二，其实就是每个星期二七点半八点半到九点半的这三个语言的版本呢都去收看，然后参与我们的问答游戏。这些问答游戏呢都很简单，只要你专心听专心收看的话，我跟你讲真的是顶个六折，就是基本上啊，你那3000块就可以等于你一个月的薪水啊，非常的简单。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这个是我们的终极大奖的部分啊。那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只要做一个动作，就有机会赢取1000令吉的这个现金哦，1000令吉的这个现金。要怎么赢取呢？好，
就很简单。现在我们的这个 live 的人数呢，我觉得还没有达到我理想的标准。还没有达到，你们要更加的支持我们，要分享这个 live 去到各大的社群、各大的平台 WhatsApp 给你的朋友们，让这个人数越收看越多。而且呢，要 like 我们的 page。只要我们的 page 呢是去到5000人的人数之后呢，我们就随机的抽选啊其中一位粉丝，然后呢就有机会赢取这个1000 ringgit 啦。哎，在我手上的这个就是 power bank， 很美，对不对？你看，哦，冷静点，哦，吓死我。OK， 来 ，OK， 这个是 power bank， 所以呢，你们如果要讲啊，要赢取这个 power bank 怎样呢？你们就是要在每个星期二早上，不是，那个星期二早上看你的新闻，不是，那个是我的新闻。OK， 来 ，OK。如果你们要赢取这个 power bank 呢，你们可以看我们的那个直播，然后你们可以在我们直播下面留言 tag 三个朋友，然后就在留言那边。因为如果你们 tag 三个朋友，如果你们分享的话呢，你们的那个名字上面有那个 sharer， 然后呢，你们也可以hashtag act now， 然后我们在那个差不多我们节目的那个结尾，我们就会做一个抽奖游戏。然后那个抽奖游戏，如果你们有分享，你们有 tag 你们的朋友的话呢，你们就有那个机会去赢取我们这个美丽的 power bank。而且真的很简单了，我们还有呢自己自制的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口罩也会送给大家的哈。OK， 这个我自己本人非常喜欢，非常的凉爽凉透，就是呢在出去的时候，尤其是马来西亚这么热的天气呢，在这个口罩帅气有型，而且呢走起来呢能感到这个凉爽的感觉的。这就是我们 Agnow 呢为大家准备的奖品跟奖金，所以大家一定要参加。 OK， 好的，我们看到呢线上蛮多朋友跟我们聊天啊，包括 Mark 说 Hello， Patrick 说恭喜发财啊，新年已经过了，不好意思，谢谢你啊，恭喜发财，希望你可以赢取这个红包的。恭喜恭喜。那就问他说Aaron 上个礼拜去了哪里啊，上星期呢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不过呢我们也加入了新的一个团员嘛，我相信大家也会给他很多的鼓励的。然后呢我看到 Daniel 啊 CD 啊都写 Act Now 了，所以呢在收看我们 Live 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做，就是现在呢 Like and Share， 让我们的这个观看人数越来越多，让我们的影响力呢发挥的更大。 OK， 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入我们的正题了，今天就要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到底上个星期我们的马来西亚，我们的社区，我们吉隆坡，或者是任何一个地区有什么一些严重的事情，或者是哪一些是值得我们被注意的一些社区的课题呢，是要关注的。我还没有讲那个很大很大的那个奖金，我讲了，我刚刚你说还有更多更大的奖金，我们看到拉斯达尼，对对对，讲了刚刚一开始，对对对对对，看来还是太累了今天。 OK OK， 那我们现在呢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一个环节，请请请。 OK， 我们来看我们第一个环节，我们第一个课题是什么呢？来，我们这个 ticket number 是相信很多人就是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些非常自私的那种行为，他们为了不要在可能他们来到池然后要找 parking， 所以他们怕这样的麻烦呢，他们一早就把一些可能是那个石头啊，对，石头啊，甚至有些人哦，就是他们看到一个 parking， 然后他们来不及停，然后他们叫一个人去等在那个 parking 人肉霸占，战霸这个东西，这个是非常自私的行为，因为人家霸不到那个 parking， 是，然后这些行为呢，可能会导致吵架。这种事情呢，我觉得第一啊，如果大家有出过去外国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我们马来西亚非常的幸福。为什么呢？我们马来西亚 parking 其实很多，但是依然还有这种不文明的现象。尤其是有些商家，我觉得也是需要被苛责一下。一些商家其实那个店，它的外面如果它的 parking 有买的话，其实是红色的嘛，但是其实他没有买，他也会霸占这个位置，占为己，所以占为己有。大家是抱这个怎么样的心态呢？可能就是一种方便自私的一种心态。OK， 那在我们再进行延伸下去的时候呢，各位，为了奖金，
为了我们的这个一千令吉、三千令吉，为了我们的奖品，各位一定要将这个 live 分享出去，让更多更多的人看见。真的，你只要愿意分享 like and share 的话，然后呢，参与我们的这个短短的30到45分钟的这个live show 的话呢，你就有机会赢取3000令吉，是高达3000令吉的。所以要做的是什么呢？你现在要做的是，就是把这个 live 分享至少3次，然后呢，分享到你的 WhatsApp 的 family group、你的 friends group 或者你的 WeChat group， 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这个 live 啊。对，而且我们每个 live 呢，我们都会有那个问答游戏。Yes。对，如果你有你有听到我们的 live 呢，我们会很强调那个问答游戏的那个答案，所以那个答案呢，你们可以很容易的找到。我们真的是很想很想你赢到我们的那个奖金。举个一个例子啊，哈，今天拉斯达的头巾是什么颜色？蓝色、青色、黄色 ，OK， 类似这样子 ，OK， 就是类似这样子 ，OK， 这个只是一个例子而已，所以很容易赢的。对，如果你要更多的那个机会呢，可能你觉得你身边的人如果赢，可以分你一半呢，你还可以叫他们来看这个直播，然后一起分享我们的这个奖金，没有错。所以呢，大家最重要就是记得一定要把我们的 live 分享出去，让我们的这个观看人数呢提到更高，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的核心的意义。其实不是为了什么收视率，而是要让更多人知道 Act Now 的这个存在。因为我们的这个目的呢，就是用慈善公益的角度，我们也荣获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 Book of Record。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唯一一个 app 是透过这个社群公益的这个出发的角度去设的，因为很多时候 apps 都是为了盈利嘛。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要为社会贡献就是要做那些慈善啊，然后要捐钱的这些方面啊，所以呢，如果没有钱怎么办？你要怎样做那个慈善呢？没有错，不是没有错。OK， 来。然后呢，就是你还可以通过这些去投诉啊，这些可能会麻烦到人家，可能会麻烦到你自己，麻烦到大家的那个东西，会去改善你身边的那些社会的问题。这是也是说是一个慈善的一个行为。Yeah， 没有错。我看到 Jess， Mayim Maran 他就已经有分享了哈，而且呢写了 Act Now 没有错，所以呢一定要让我们的这个观看人数变得更多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来聊刚刚的话题，很多时候呢，很多人将这个公共停车场啊，占为己有，就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不管你是放石头啊，或者是一些coin 啊，这些呢，其实这个地方原本就是公家的嘛，谁到就先得，然后呢，最重要就是要付那个停车费，那你就可以把那个车停留在那边。但是很多人就会觉得，哎，这是我自己的这样子。其实我看他的那个惩罚，如果你做这些行为呢，就是霸占那个停车位的那个行为呢，你可能会被第一个就是会被罚款2000令吉，第二个呢，可能你会被关进监牢6个月。是啊，这么严重 啊 ？OK。所以这个东西是违法的，不只是它是非常自私的行为，它是违法的一个行为。是是是。所以呢，如果你们看到有这样的那个现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在你的身边呢，你可以通过我们 Act Now 的那个 app 去拍照，然后向我们 report， 向我们投诉，然后我们会把这些问题呢带给相关的单位，让他们去采取这个行动。就好像我们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在24号向那个 MB Gabong 就是林丽莹投诉，然后我们也有向那个DBKL，然后也是有向 DBKL 的科泵的那个 branch 呢投诉，然后过了大概多少天？24号，然后到1月6号，对这个问题已经被解决了。对，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大家一定要是就像拉斯大所说，其实是非常严重的行为。然后既然呢大家看了这个 live 之后呢，一定要去下载我们的 app。下载我们的 app 之后呢，然后呢就可以拍照，然后呢就是举报他们，让这些人呢。怎么讲呢？没有这么样的很坦荡荡去做这个犯法的事情。因为如果你不举报，谁去举报？没有错，因为人家可能会觉得我不举报没关系，应该有更多人去举报，就是别人去举报。如果每个人就这样想，
所以谁要去举报呢？是，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以身作则，做好自己的本分，然后呢，看到不对的行为呢，就要去用通过 Act Now 的这个 apps 呢拍照，然后呢匿名的方式，是，然后呢很简单的，你也不需要说啊，到底我要去找哪个单位去处理，通过 Act Now 呢，他们就会去寻找相关的单位，然后相关的单位呢就会进行处理了哈。OK， 那我们看看第二个这个课题又是什么呢？第二个的 Dick Number。常常呢，我们会觉得我们看到那个烟霾啊，我们就会在那边埋怨，哎，为什么那个印尼啊，为什么那个谁哪一个国啊，为什么他们要焚烧那个森林，然后弄到我们的那个空气污染？然后你没有想到，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身边的那个社会也是有做这些这些活动，就好像公开焚烧的这些活动，只是比较小规模。不过小规模，如果你可以看看那个空气，已经是非常难闻的那个气味，好不好？其实针对这个东西呢，我也是很有深同感受的，因为我们看到呢，其实开车很多时候在一些比较郊外的，或者是有很多人对于垃圾不懂怎么处理的时候呢，他们会透过焚烧垃圾呢来解决，因为这样子呢是比较快的一个方法，但其实是非常不鼓励这个行为的，因为可能是我们的环保意识没有做得很够吧，像台湾啊，像日本的话就基本上就很少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对于垃圾的这个认知或者处理呢是不够的，像比如说现在很多一些便利店外国的啊，像某一家我们马来西亚的，然后外国进来的，他就会做好这些分类，也是教育的开始啊。对，所以焚烧垃圾肯定是一个不好的行为啊。我觉得我们华人的这个文化，就是我们在中元节的时候也会焚烧一些祭品嘛。我觉得可以尽量像新加坡这样子，他们会做到控制到很好，所以会将这个烟霾的严重性降得更低一些。对对对，就是我们自己要有那个公民意识啦。然后这个东西就好像那个霸占停车场的那个情况，它不只是一个自私的行为，它也是违法的行为。然后如果你做这个东西呢，就是公开焚烧的这个行为呢，你可能会被罚款不超过50万令吉。很多很多，好不好？而且呢，你可能会被关进监牢5年哦。厉害哦，你多做功课，我觉得。是，我觉得我好像差不多变律师了。不是，你可以变警察这样子，然后可以去沙曼一下他们。以后我们的 Act Now 大使就是拉斯达去，因为三大语言都没有问题。去马来人的时候，哎，帮江干嘛这么腻这样子，然后说华语的时候也可以好好跟他们讲一下，没问题的。所以你就是我们 Act Now 的最好的代言人。OK， 我跟你讲，因为我是觉得如果我跟大家讲可以被罚款多少多少呢，你们可能会有那个概念，就是说这个东西是违法的。那如果你们采取行动的话呢，就跟我们投诉的话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课题，会把这个情况带到相关的单位。如果你很讨厌这样子的行为，就是可能你邻居啊，或者是你不能直接的跟他们说，可能你可以直接，只是有些人就是不敢。是啊，所以呢，如果你很讨厌他做这些行为呢，你可以去举报，然后相关单位就对他采取行动，他就没有做这些东西了，可能被罚款，你就就是你的那个心中的那个刺已经可以被发泄了。是的，所以呢，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呢，我觉得为什么要公开焚烧垃圾呢？垃圾我们觉得不对的时候就就是放在应该对的地方，放垃圾桶，然后让我们的 DPKL 或者是相关的市政局的工作人员去处理就好了。当然最重要就是懂得去分类，千万不要去做出这个公开焚烧的这个举动啊！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你正常人的话都不会想去做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是这样子。对，而且这个公开焚烧呢也是很危险的。如果附近有那种比较容易爆炸的那些物品呢，也是会对你的社会，会对你附近的那些人带来危险。然后如果这个案件的话呢，这个 case 的话呢，我们是在22号1月22号呢，已经向那个 JAS Gombak JAS Gombak 投诉，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是几号啊？就是7天过后呢，他就采取了这个行动，他就把那个禁止公开焚烧的那个板放在就是被投诉的那个地方。
是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 Eggnog 的功用跟功效，绝对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的。你只要去了我们 Eggnog 之后呢，你可以去很容易的找到，哎，现在在哪什么地方？比如说这个公开焚烧的，就在 Jalan Gombak 的Kampung Sungai Merali 的这个 Kuala Lumpur 这边啊。所以呢，地点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 tracking number 呢，是可以找到这个 case 到底它的近况是怎么样的。所以记得就是要下载我们的 Eggnog， share 我们的 live， 然后呢，赢取我们的奖金跟奖品。我们的奖金奖品是高达4000令吉啊，甚至是超过的，因为我们的奖品呢还有，所以呢就是奖金就已经4000令吉了。你想想奖品的话，哇，价值就是非常丰富。谁要给你啊3000块呢 ？OK， 那我们现在看第三个 case。对，第三个 case 是什么呢？耶、yeah ，第三个 case 的就是毛病，我觉得也会影响市容的，就是乱丢垃圾。这个是不是拜神啊？没有吧，他这边就是这个是拜神吗？可能好，因为看照片看的不是很仔细，因为好像是烧那个蜡烛对吗？嗯，那我看一下，等一下来。无论如何、哎、，OK， 对，不管你是在祈祷啊，或是什么，你可以做这些东西。不过呢，在家做也可以，然后就是在家做也可以啊。总之就是你要。对对对对，保护好你的环境，你不要过后你就乱丢那些东西，是是是，或者在庙宇去进行这些祷告啊，或者是这些祈祷的这些动作都是允许的，但是就是不要乱丢垃圾啦，因为这样子呢会影响我们的市容的哈。所以呢，乱丢垃圾这个事情我们就不多说了，最重要就是要教育，再一次的强调教育非常的重要。如果你看到有人乱丢垃圾的话 ，please， 请 remind 他们 ，OK？ 然后呢，你可以透过我们的 Act Now。Okay.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在家里的一个公园，他在干嘛呢？哎，这个又是。是你的朋友吗？因为你是附近的人，是吧？总之就是嘉莹，就是我的附近。没有没有，对对对对。你以为我是大家姐吗？OK， 来，我们说一下、okay. 到底在喀江这个地方，这个公园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公园就是可能是在 MCO 2.0 很多人就是比较得空，没有大家都待在家嘛，所以呢就是有些人他们看到一些公园没有人在那边走动，没有人在那边跑步的话呢，他们就会觉得这个空地就是他们的，他们在那边种植东西。哇，嗯，就当那边是农地，就是当成自己家，这样以后就是可以种稻米啊，种加工啊，种芭芭呀，是，什么都自己种，这样以后就是变成他自己的东西了。所以我们知道嘛，公共场所的定义就是属于公共的，比如说你去 shopping mall 或者怎么样的话，这是一个公共的场域，我们在尊重每一个人，他不是属于你个人的场地，所以呢，这种行为呢是绝对不能够允许的。如果你有发现有类似这样子的邻居或者是朋友霸占了某一些公共场域的话，也可以用这个 Act Now 呢来举报的哈。所以这是在公园哦，这是在公园，这是这个在公园。为什么我要强调呢？就是等一下你就知道了。OK，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到了这个就是下一个 case 路洞的这个问题。那这个路洞的问题呢，其实是在1月21号的时候 ，report 给这个我们的国会议员啊，我们的这个什么杨，一下子忘记了他。杨就是 MP 什么是刚？对对，安娜佑，安娜佑，一下杨不是杨美莹吧？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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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一下子忘记了他。OK， 原本要访问他的。哦，所以呢，就是路洞问题，之前就是说一个零路洞的这个政策嘛。现在呢，我们也看到有人投报了、举报了之后呢，DBKL 也很迅速的去处理这个课题了。因为路洞呢，我尤其觉得是我们开车的都已经觉得危险，但是骑摩托车的人呢，甚至因为路洞而死亡的。所以呢，这个是真的是需要大家去好好注意一下，发挥我们的人民的影响力啊。看到的话，记得拍照 upload， 然后让我们的市政局呢，或者是他们呢可以赶快的去行动。而且我们现在也是在 Act Now 呢，也是有那个 Act Now Challenge， 所以你们如果看到有哪一边有漏洞呢，你们可以在 Act Now 的那个 App， 然后在我们这个 App 那边投诉，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带到相关的单位。就好像这个DGET 呢，我们在19天里面呢就已经解决了。
嗯，没有错。所以呢，大家记得咯，一定要去参与我们 Act Now 的这个活动，记得拍照，然后呢就有机会参与了。总之，只要我们 Act Now 的任何活动你参与的话，记得你就有机会赢取高达4000令吉的现金送给你，真的是免费参与哦，而且呢是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对，就是来看我们的这个 Live 呢学习，然后呢来发挥这个公民的效益，让更多朋友来参与就对了。首先就把我们的这个 Act Now 的中英文马来文的 Page 呢战报它超过5000的人数，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了。 OK，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进入下一个环节，等一下呢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 video 要播给大家看，那我们现在先暂时休息一下。耶、yeah, 我们再次回来了，各位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待会来进行的是抽奖，而且要送你是 Power Bank， 然后呢还有这个问答问题，如果你都有参与的话，你是有机会赢取高达4000令吉，是4000令吉哦。那要做什么呢？就是要 share 而已，就是要 share 我们的这个直播。然后今天呢，如果你们要赢取我们的那个Power Bank 呢，你们要在我们的那个直播下面 comment，然后 tag 你们的三个朋友、yeah. 然后也hashtag act now， 然后我们可以从我们的那个留言的那个当中呢选出你们的名字，就是这么简单。 OK， 那我们现在进入的就是 Once Upon a Time， 那这一次呢我们要播放的影片是什么呢？其实就是 Act Now 的 CEO 啦，还有他的员工呢一群的员工们呢拍了一个线上我们的所有患上 COVID 的这些患者的一个视频，希望可以鼓励他们的。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 video 啦。对。是技术上的问题，然后可能等一下我们会调整之后再播出。对，但是在看这个影片当中呢，我们看到哇，他们是非常的尽心的跳这个 TikTok 的舞，就是希望呢，虽然他们已经有一把年纪了，不过我觉得什么一把年纪，他们都很年轻，就是比我还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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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怎样，就资深吗？华语是一个很优美的句子，可以调整一下啊。一把年纪，我觉得非常的活跃，这个是非常值得赞扬的一个东西。是的，没有错。那希望呢，就是在这个疫情当中呢，我们还在抗战当中呢，大家一定要努力，我们一起撑过去。OK，Stay、okay, at home， 然后呢 ，Stay healthy 啊。然后我们现在看的就是两个文章的部分，我们请阿斯达来跟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文章。哇，第一个文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嗯，为什么呢？它是一个马来就是送餐员。OK。不过呢，他看到有一次他在送餐的那个途中呢，他就看到一个垃圾堆那边有一只狗，对，一只狗，对，一只狗，一条狗，一条跟一条一只OK， 一只狗OK。有一只狗呢，他就就是有三个男子，他就把。对，三个男子，他就把那只狗呢装进一个塑料袋，就是透明的塑料袋里面，然后就是想要把那个狗丢去那个垃圾车里面。哟，为什么？我不知道，现在的人可能是心理有点问题吧。他们是将活生生的狗吗？还是哦，活生生的那个狗就是这个狗，就是可能是心理变态吧，不然的话，一口这么可爱也不会无端端的去做那种这样，就是真的很去做这个事情啊。然后就是，他过后就看这个狗，就是上前追这个狗，因为他被那个车载去嘛。然后就看到这个狗的那个颈呢，有那个伤口，
所以呢，那个伤口呢，他就看到，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怜，是，他就把那个狗拿下来，然后把它拿出来，然后就喂那个狗水。所以看到这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透过 NL 这个举动，或者是看到的时候，其实就是要马上的去举报或者是制止这样子的行为。不管是狗也好，猫都好，所有的动物都好呢，他们都有权利是需要被照顾跟什么的，就不只是宠物狗或者是宠物猫，而是所有的动物，就算是流浪狗、流浪猫都好，他们都有权利去为自己的生命去就是生活生存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去践踏他们的生命，这非常的重要。这个事情呢，也看到了我们马来西亚的人民很多时候那个教育啊素质都是需要被培养的哈。而且呢，这个送餐员呢，他过后就投诉到MDDB， 就是马来西亚流浪狗救援组织。这个呢是很重要，所以大家如果看到任何的狗狗他们受到伤害或者需要被帮助的话，一定要去举报一下，或者是拨打他们这个热线哦，就是这个 MDDD， 就是 Malaysian Dog Deserve Better， OK， 这个组织是很重要的。 OK， 我们来看第二个 article 的部分。 OK， 第二个 article 是什么呢？好，就交给你了。OK， 第二个 article 就是这个 Damansara Kim 的这个人行道，他就耗资了22万令吉来。你想讲20000也是可以，马来西亚人听得懂啊。对对对 ，OK 了。20000或是20000令吉呢，去修理、去美化这个人行道，因为这个人行道一开始呢，就是有那个树根很大个，就是很大个的那个树根，它是250米的那个人行道。然后因为这个树根太大个了，它就弄到那个道路的那个结构变去歪歪，就是扭曲，或者是对，你要走路也是会不方便。而且如果好像有些是坐那个 wheelchair 的话呢，它就非常非常的不方便。所以现在呢，我们的那个 MBPJ， 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市政局吗？啊，市政局不是不是。就是我们的 Bandar Utama Assemblyman Jamalia Jamaluddin， 他就跟那个 MBBJ 一起合作，然后他们就在那边计划，然后就找一些设计师怎样去美化这个人行道，怎样去弄这个人行道可以为不管是残障人士啊，或是普通的人带来方便，尤其是去那个去医院的那条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赞赏的行为，其实也是每一个单位都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重要就是我们的交通使用者呢能够安全的。所以呢，这种事情如果政府或是市当局呢，他们做得好的话呢，我们都要大大的去鼓励他们的。对，这个是在 Damansara Kim 哦。OK，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好，再次的呼吁大家 like and share 它，为什么呢？因为待会呢我们就进行抽奖的这个仪式了。因为如果你们要抽奖的话呢，你们一定要 share， 一定要 tag 你们三位朋友，然后你们的那个名字上面有那个 share， 所以我们等下就会你的那个名字会进我们的那个系统，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游戏了。没有错。 OK， 所以呢再次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 Act Now 的宗旨，就是要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然后打造这个社区，让我们的社区呢可以变得更加美好。 OK， 除此之外呢也有奖金送给你们 的。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进行这个watch and answer 的部分了，对吗？对。好，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而且呢这个问题都很简单的，只要你有留心看我们刚刚所说的呢，嘿嘿，这个是白白送分的哈。其实呢这个watch and answer 的这个问题呢，是在今天早上或是每个星期二早上呢就会上传到我们的 Act Now 中文的 FB 上面。所以呢你可以先看那个题目，你可以先看那个你可以先作弊，然后一边算作弊啦，可以啦，然后预先做功课。对、okay. 不是做功课了。然后呢你们怎样做功课呢？就是你们要看我们的 live， 然后我们的带出的那些课题呢，那些课题中间就是当中都会有这些答案的那个出现。是的，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第一个问题到底问的是什么问题，我选蓝色的问题啊。 OK， 依据报告 MY00016622 哪一种植物
那一种植物的，哎，这个 OK，那个男生呢是在什么样的地方种植？啊，OK，重点就是他刚公园的那个课题，我们跟他学一个男生，他在公园里面将这个公园呢占为己有，在种植的。哎，我好像说错答案你，OK，A，直接讲出答案对对对对对了。，A 是住宅区，B 是公园，C 是。是公共停车场，D 是阳台。答案是什么啊？非常非常的容易哦。然后，如果你们每一个星期都有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呢，然后又答对的话呢，你们赢取那个3000令吉的那个奖金的那个几率是越来越多的。所以你们可以分享给你们朋友啊，分享给你们家人啊，分享给你们的同事啊，我们一起来看谁赢到这个奖，谁是幸运儿。是的，没有错。那第二个问题呢？依据第一个文章，MDDB 是指的是什么？刚刚我们也是有强调啊，哈。那我们请拉斯达给我们讲一下 A、B、C、D。OK，A 就是 Malaysian dogs determine better。Yeah，B、B Malaysian dogs deserve better。C。哦，Malaysian dogs，Dogs that's dogs better。OK，然后 D 是 Malaysian dogs demand better。那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刚刚都有讲了哈，流行去看看就 OK 了。那第三个呢？依据第二篇的文章，那个非常糟糕的人行道到底是位于哪一个区域呢？A. Damansara Utama，B. Damansara Perdana，C. Mutiara Damansara，D. Damansara Kim。OK。对，是哪一个呢？非常非常的容易哦。所以大家记得要去参与我们，然后呢，就是写答案就很简单对，了。刚才 OK。的那个 video 还不能吗？我觉得那个 video 非常的好看，我真的很想分享给大家。是，没有关系，因为等会呢还有这个英文版本，还有马来版本的，所以都可以的。OK。OK，我们已经关了那个分享的环这个节，所以环现在我们就节。要进行抽奖了吧？我们看线上有到底有对。几个人可以进行我们的抽奖。来，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几位朋友可以进行这个抽奖呢？哇，很简单，就是可以免费赢取我们的这个 Power Bank，只有一是位。的，OK 啊，来，我们来看今天谁赢到我们的 Power Bank。幸运轮盘，噔噔噔，来了来了，我。为什么我们要笑为什么你笑？？OK，我好，们我来们看一下，来，现在转吗？来吧，三、二、一，一。请定义。Oops。OK，是 Ong Hong Yi。来，如果 Oopsie。Ong Hong Yi，如果你在场的话，你可以联络一下我们。Ong Hong Yi，你在场吗？为什么我没在笑？我不知道。记得 comment，然后呢，让我们知道你有来，我在们线。来看一下 Ong Hong Yi 在场吗？弟弟哇哦，恭喜哈。得奖者！呜呼，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在现场。如果还在的话呢，就可以赢取我们对对对，的 power 我 bank 们等了。1到2分钟。没有错，因为我们所以，是。如果你们大家要赢 Power Bank 的话呢，你们下个星期一定要留守每个星期二对，7点半。如果是中文的话，其实我们每一个语文都有这个抽奖的这个游戏，所以呢，你们每一个抽奖游戏你们都参加，我觉得你们的那个赢的几率应该是很多很没有，多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就是，我觉得大家这么好容易的，大家都不想要去拿，那太可惜了。好了，因为我看到翁弘毅他刚刚没有出现，所以呢，我们还有一次机会，我们来再抽第二次，看看到底谁是今天的幸运儿。Let's spin，来，我们来看一看，来转吧，转吧，转吧，是真，好，就是你了，，OK，Rashida 拉拉斯斯达，我虽达，然在场，不过我觉得我想给这个东西给大家。不过呢，这个星期都已经转了2次，所以好的。呢，已经没有了。OK，没有关系，因为待会呢，我们8点半呢还会有这 个英对，文的部分，所以是大家可的。以留到最后。OK，所以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华语版本已经结束，我跟大家讲，最后呢，你一定要 share 宣传出去，最重要是 like 我们的 page， 给他爆好不好？因为呢，真的，我们现在的这个人数还不够多。如果你想赢取1000令吉或者3000令吉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个事做好。还有呢，下载我们的 App， 然后这个 app 这个最重要的。对。最后，拉斯达还有什么东西要跟大家分享？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要赢取我们的这个奖金，我们是真的给大家奖金的哦，1000令吉、3000令吉都有，还有我们每个星期都会送出那个 power bank， 还有那个口罩，非常非常的容易。除了分享我们的那个直播呢，你们每个星期都要看我们的那个直播，然后呢就是还有你们一定要下载我们的 Act Now 的那个 app。 嗯，没有错，同时你可以去 like 我们两个人的 page， 然后让更多人知道，然后在我们 share Act Now 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呢，叫你的朋友们来参与。今天我们的 Act Now 呢已经到此结束了，我们下个星期二同样时间约定你好不好？ Act Now， Yes the best， 耶、yeah， 再见，记得留守底下8:30的英文版本。